我想掌控社会上这一切，这是人所追求的，追求交交财产权益，这拢是咱国人这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啊。因为咱人追求什么吼，其实咱对囡仔打生出来时阵吼，囡仔才这是重要，伊会感觉这是重要，伊会感觉爸爸妈妈上好。亲情上好，上界单纯的请中心无这个物件，但是咱会做你哩这个条件，那嘛是社会风气啦。囡仔打从细汉开始，吼，来开始教育话，你个品德能看出来，你个认真，你个有成就，你个考好个分数，啊，老师嘛会安尼讲，你嘛对不起爸爸妈妈，你有较好个成就。到你身上，哇，较好，较第一名啊，较巧的，哦，个人能力较强的，最后较有便宜的，哦，啊，有意的，啥物拢爱有。就这，变讲一个小风气，变成是安尼，就怕去追求者，追求者，追求者。啊，咱即个是一个小风气，咱个人不得已，硬来甲伊变成讲一个漩涡嘛。那不得已硬甲伊加做伙，甲伊加做伙，咱个人嘛不得已追求者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但是咱若无掠着咱学生吼，咱若无以道为中心，变成讲开始落入这个漩涡，这也是另外的漩涡，往向分别执着的漩涡来滴，他的脱离不了说泥道，旱飘飘呀，啊，甚物是往向分别执着？哦，这是后学，另外另外佛经，咱讲佛经的概论，佛经的概论上较恐怖的是咱讲三动嘛，感情起。我看你是咱正了解，其实够其他非常重要的，梦想分别执着，即嘛是讲法有经典来讲。你若有梦想分别执着的心，啊三毒共款，伊即嘛是三毒所引起的。所以咱去了解，因咱即看系无全无毒，哦，我梦想的心，我分别心，我执着的心，你看系无先有毒嘛？但即个毒拢是你有了蔓延。把慢慢侵蚀而已，那什么是梦想？分别执着。
啊，到最后呢，发现感觉你这坚持，你构想真久啊，放袂开啊，我放袂开我的念头，就是就妄想转变执着，拢是对这幽默开始。啊，幽默开始了，一点一点安尼砍落去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来看一票啊，比较多记的例啊。妄想是咱上解大的特色。不如讲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轮回。因为一个念头出来的时阵，啊，一时因缘法来讲，无名开始嘛，啊，就开始看看自己，看你失了因缘了后，先冒名气出来。就那可能讲开始，开始讲哎，我想要那无遐尼啊重要，但是呢。业识不是讲你有一个念头，你引过在外念中，我是足侪念头，足侪业识，咱不断地累积出来，只要以后的问题。哦，我刚刚就讲到啊，人本来拢是无量千亿内底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无明的念头出来，以为幽默，到这幽默之下，哦，到这幽默，你就感觉这个身体，感觉这个身体，你感觉我爱做的代志，我爱做的代志。甲人比较，遐有社会地位，有社会地位，你感觉即个地位来做啥物款的行为？啊，就牵连不断啊，最无大有可有。哦，我是讲比较甲一般的情形啦，因到最后即个追出来时阵，可能因伊的因缘因愈牵愈侪啊，到最后都能脱不了身啊。但是伊关头是在于大梦的开始。哦，这可有就是毛主席讲的。不见可遇，使人心不乱。咱若有欲的时阵，咱的心会乱去啊。咱的心乱，伊这罪就开始。哦，这个记得是有真侪个啦。但平常像因为咱的心所偏离了后，有可能造成真侪罪恶所出来。所以第二十项，老祖佫来讲，就起步在伊重点，特别是老祖所讲的，头就是要发个心点。贪嗔痴是上大灾难。贪。有念头啊，开始有念头，咱感觉无唔对，因为咱可能无贪心出来，啊，佫继续想，想啊，别人有啊，我无比较差，我想啊袂当，还是有家己个想要找理由啊，哦，啊，人有遮济，我想啊无多，比较济，我佫继续找理由啊，但就。那有各千百万种的那贪的理由，啊，贪的结果拢是安怎？咱去想看，咱一世人，咱过了，我感觉咧贪大部分拢是得不到。咱咧贪真正真侪个代志，咱咧欲望，喜怒哀乐、爱恶欲，这拢是咱咧贪的物件，咱咧贪快乐。哦，生气，我要谈卖伊事我呢，我生气。哀，我希望我都袂悲哀，这种不能贪，所以希望长寿，也希望身体过啊好。啊，平叔甲咱讲，要求爱不离啊，好命短命，我是爱不离的。但是咱若想讲世间的好，拢爱去得到，甚至会认为咱是修道人，个爱都不好。真相是安怎？贪的都得不到，不是你想要贪的得不到，因为无常嘛。那有啥物件是固定的？你要贪的物件，不是固定的啦。贪的，它是求不到的。就算你求到了啊，哦，你够第二个贪会出来的。所以贪一定是不得，大部分是不得，是咱无愿意承认尔。有法有观察。真侪人很喜欢求神问、求神问，去拜拜的地方，有法观察，有法有真侪东西，咱拢去拜去拜。啊，其实吼，我却发现大家求拢无对啦。拢是讲我希望安怎，啊得去拜一下，啊得去事后其实嘛拢无对啦，嘛拢无顺利去啦。但是伊嘛是去继续去求啊，因为伊当下要去求的时阵吼。迄贪念会带给他种迷失的感觉，哦，我去贪有机会，就是讲一个希望伊个啊。啊，其实事后去面对的话，其实
咱足侪个心内所求，都是不得的。咱只是求袂到的，哦，咱求着，就头前我所讲的，即个福报，咱个果报是都自然是安尼发生的。啊，咱袂到了的，生气啊，就着生着生气啊。上摆经历就是家人之间嘛，我希望伊安怎，结果伊无做到安怎，也是讲爸母希望我安怎，我无顺着伊，我发现家里的争执拢是安尼啦。哦，贪不到就生气，哦，即个上摆发财啊。因为本来拢是无代志的啦，天下本来是无事的，古主嘛讲话，天下常无事的，拢是无代志的啦。啊，啥无代志会有灾难？啊，所以都是人的人的情绪所导致。一个抱怨出来，哦，家庭的没完没了，不然弄不弄啊？他想要起一个抱怨的心出来，他抱怨心出来了，那个惊死你，一个对他无关的，那个惊死。啊，生气啊，可以迁怒，这个没完没了的过程，所以一个清刚清出来哦，上盖大灾难，本来和平的治哦，从此不得安宁，所以呢，忧国来遇表边，头前讲的科玉，科玉是一个新的发动力，发动力后，你都想要得救济，得救济，这是讲条件啦，这是救，这个救哦，是苏经来讲是个大灾难，那袂当讲个救是比做较少。这求是真大，对世间来讲，求是很大个灾难。分别是上界大个分支，分别心。有我这三点是在强强调这吼，妄想分别是足个难，要加上这贪嗔痴。其实这是妄想啊、分别啊、贪嗔痴啊，我是家己简单归纳这三点，还有脑部这三句话，互咱个人醒思啊。有人会袂啊，拢是袂伫遮啊，袂伫贪嗔痴啊，袂伫妄想分别不足啊。拢袂伫只放袂开，拢袂伫只后台个二生中，大块，搁只吞了，互咱负债啦，互咱不依足，互咱无耻。对，讲只科目大意不依足，哦，即个不依足吼，是足恐怖个代志。因为讲较实在吼，咱人一定有无极天天内底。咱讲咱修行要转去无极天，其实咱就是无极天内底。啊，像咱。全部等于的感觉，咱放不下，咱放不下这五路不恶性，放不下，你无管你生命，你有无一天啊？这逻辑要哪讲？总共无一天是，哦，总共这是五浊恶世恶啊啦吼，阿公这是，啊这是无极一天啊，啊阿公要比较想来遮。伊逻辑来讲是不成立的，是安怎？咱拢讲伊都无爱啊！啊，咱拢讲，都是自古至今其名不去的，都是都存在。就讲，其实这都大物件，都有边界啊！啊，这边界互咱袂碰着。哦，对伊道来讲就是无合理啊！这道本来就没有边界，所以它既然没有边界，伊就绝对是咱包起来啊！哦，所以讲这是什么啦？这个大物件是咱包起来。咱伫这内底，所以咱本来就是伫自己里天内底啊。是咱无愿意离开咱自己的一个小环境里底，啊，现在好未啊？最好啊，破破大一个自己。不急着想断的就是，你无法度发誓。你生不出花朵，你想要得到你要爱的物件，你根本一点都高兴不起啊！你要得到物件，你不断的计较，不断的要求，你明明就已经是无尽，你偏你明明就已经有足好的环境了，甚至讲咱会当做人，一定是足大的福报啊！像咱搁无欢喜，问题就出现在遮啊！所以咱分别是上界大的夫妻和睦，大有成就，还搁记一个例啊！咱讲人，咱已经足好啦。咱今日总共是一个足好的人，咱对啥人足好，已经做了社会上所讲的善人、好人，哦，大概是去接团体的话，这人做人拢有，人拢肯定哦，这是好啦。啊，但是安尼讲起来无解的问题啊，讲起来无问题啊。伊当讲伊是好人啊，是一个善人啊，一个打工的人是好人啊。咱去想啦。
总统列台在十三年，哦，伊是好人。刚关的是你较好，是安尼只，哦，咱咧去想较较好理解。大家拢肯定伊，但是咱家讲一句话，我感觉你对伊比对我搁较好咯。起一个万步的心，起一个计较的心。伊明明伊能做甲足好啊，咱家伊分辨落去，咱家伊计较落去，我感觉你对我无够好，你对别人较好。但是拢是好咯，无够好嘛是好咯，别人较好嘛是好咯。伊对我嘛是好，但是我讲伊对别人较好，怨恨就出来了，怨恨就出来了。本来好的物件，加一个功夫，毒就出来呀，分就出来呀，让伊这个好变成无法立足啊。啊，所以这就是怪怪无奇嘛。本来拢是好的，你偏偏你甲加到好比歹的，你甲计较落去。OK， 拢唔怕艰苦，伊对大家拢好，你嘛要家用，要何得艰苦？哎呀，所以咱这上乖无耻，也不低俗啊！这祸端大大啊！这社会上有偌济代志，拢是安尼啦。最近咪是有真济电视上一寡，人拢最后拢离婚啊嘛。啊，离婚的感觉是拢歹啦，其实因的心情拢较坏的。社会上拢有头有脸，但是小的无多斗阵，小块脸一定嘛是有这个部分啦。小块当然是当时嘛，小块会当联想啦。因为社会事大部分都是弄好这骨架，无多拖的，一定有真侪这个问题，一定有足侪不集中，足侪这个无讲出来，所以这个人拢无多斗阵啦。伊讲过一人又讲着讲，我真正是找无任何的办法，甲伊搁好啊斗阵啦。伊的磨合到安怎全是找无啊？是哪样的？人讲真正有这块问题。而且互相无去审视这个问题，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啊。咱啊在咧想着这小个结果嘛，咱就是面对人的地，去看我们这生活，去找着伊答案啦。所以，拢是因为这全部的问题可遇遇而不知足，都是因为有我的关系啦。所以，人甲人的斗阵，真的不是讲变斗阵子，是个角度爱换过来。你当拢想讲，我想要爱伊安怎，我希望伊安怎，完全改变。不要再我想要怎样，哎，换作我都不需要怎样，我一直牺牲奉献就好了。人甲人的斗阵是靠牺牲的，不是靠要求来的。牺牲自己，家己拢爱去求什么？我心够清净的。我心无需要得到什么，我用慈悲来对待你。我什么都无得到，拢给你就好。你什么都不需要，我无我，因为我在这得意，我都无需要，不断的牺牲奉献。安尼绝对无可能拢会到年纪。有阿公遐无到年纪，就是我想要怎样，我希望他怎样，他没有怎样，没有符合我的期待，但我拢是这款的答案。所以不是讲未到年纪，看你愿意，我家己要去心放下，要去锁定什么提升就好。彻底的牺牲，才有可能得到世，才有可能脱离世间上的问题。我世间嘛，永远我都变袂好个啦，真正是安尼哦。二，我无人之心也是，话嘛是老子所讲。头前咱讲过嘛，还变得着遐物件，还足聪明啊，还足聪明，有地位才变得着嘛。啊，我做讲，我做上公个就好，啊，做上公个，有人自个心啊，心清净个心啊，无欲个心啊，无欲人知啊，啥物拢莫得着啊。啊，拢无怨无悔帮助别人啊，啊，看嘛，这上公个人啊，啊，上公人在做遐代志啊，连拢做着讲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有人之心也善，啊，做种代志就好啦，免巧，无需要受尊荣，我心是戆戆就好。最爱做啥物？哦，无为，最爱做无为，并毋是讲无为好啊去做，是因为本来你就袂得得着啥物啊。本来就得不到啥，所以变成这样。是讲无为好，这个就是本来无为，就是咱爱去做代志，是本来啊，是讲要求来的啦。因为咱动物是人性，因为你要去做，你要有为，你有为，你敢真得会到啊？你要是爱去了解，敢真正得会到啊？你想要有为，得不到吗？还是得不到？因为咱动物是人性。咱拢讲，
咱讲世间上的财富，不可能说讲哦，财富是五家共有，水、火、饮水就无啊，火烧就无啊，房政府甲你征收你嘛无啊，贼贼到甲你偷偷盗你嘛无啊，啊，搁一项屋主囝儿是一个好，你敢管无着？就钱财，哪有可能收的？绝对是收袂着的啊！你短暂的拥有，但是你搁当作永远收的，我即嘛讲啊正面啊，这有啥物好依据的？本来就做袂到的代志啊！这是爱顺其自然而已。啊，经济反动是讲只有外在财富尔，因为咱人要爱财富，拢是希望得到人的肯定，得到好的名声，得到你一个想要我圆满。要得到一个社会上的圆满，世界上的圆满，但是世界上圆满，咱真得不到，一样是做不到哦。咱看真乐意的人，咱真正常对观的，伊真正好理解嘛。做到总统，咱大家拢介意；做到郭台铭，咱大家拢介意。其实没有嘞，伊确实有就有金玉满堂，伊的名声非常好啊。伊嘛是收袂掉啊，伊是要借着钱嘛，同他收掉伊好个名声嘛。好个名声是要有人介意嘛，要有人肯定伊啊。是刚刚做嘛，是刚刚做袂到。因只是世间观，世间的观一定有，一定有无法度完美的所在。因为世间观是甲人甲人之间的互动，啊人甲人的之间的互动就无可能有完美的所在。所以我拄在讲，这种物件爱去收啊，就去收袂掉的。有伊嘛做袂出来个，无止。啊嘛，咱去爱啥物物件？无常就是物件本来就袂长久存在个，本来就无需要执着。啊，你执着个安怎？你心爱得大位，我真爱即个物件，一定会大费周章，一定会大费财资产个，了钱了甲了精神。哎，非常的费足侪功夫咧，都同必要。你就算你收藏足侪啊，最后你失去更艰苦。就像咱今日去失去一万块，可能想讲啊，我过要赚两万，啊，结果呢，我欠一世人的钱，一千万的钱失去了哦，都同必失去是失去一世人的财富，所以你累积一世人物件。这就是讲，你若执着滴吼，你收藏足济吼，失去足够个啦，这个嘛是叫做艰苦个代志啦。所以才讲不要去执着，该怎样就怎样。唔去头前所讲，唔去贪污个个，贪污无了，你安怎个加来加过去，了你个无是安怎？人生遮尔苦，其实本来就是拢无个啊，是拢无个代志。都无贪污，为什么你我变做艰苦？你执着啊！你善待大病多伤过，这样就当过代志啊。前提是因为你执着，啊，你若卖执着，你就无这样问题啊。这我们这当然拢是一种功夫啦，啊，这功夫倒位来？是啊，你感觉我心清净，不清净就没有这样问题啊。你干嘛不卖不精？对啊，所以每一步，老祖所讲，每一步拢是在人人的心啊。咱人愚昧的心，咱家己要好，有正侪咱袂家己唔知的所在。就有三宝的修持，就有法缘的，互咱的提升，是咱会当依个真，拢家互咱会当人生就有好。有哦，众人皆有意，有莫独有意。有意，我想要有一个地位，有要得到什么，有一个范式。我什么拢甲意识掉，不要紧。甚至个为红包安怎，我拢无啊。我前所讲的有无，真正的遗失最高的境界就是有无。咱修行嘛是要修这个有无，咱嘛讲这个话，咱想要就是一句话，因为咱即摆想拢是要叫咱追求自我、超越自我、肯定自我，包括即摆教科书嘛，往内搞、往内搞，所以咱来了解了吼，这刚好也是工程小的一部分。但是一线人做工作的话是真大个，开始可能是肯定，主管是讲你爱家己较有信心啊，因为脑子嘛强调爱有信啊，
哎，那些神，那可能讲爱坚持这个自我，那是要啊肯定咱有这个人，你啊咱有这个人的自信，我啊比较紧。你当讲啊，有我这个人，你啊我肯定我家己有我家己的想法，哦，最好放下啊，安尼就唔对啊。所以讲呢，我同个鱼，即干回去，当初遐有一个做动的、做动的境界，哦，啊，家己肯定袂记啊，忘掉人意，忘掉里怨，家己做家己都袂记啊。弄得非常的彻底，你去看看哦，放马前水带路到底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好，但是弄真的不要逼。我觉得那条是在动画的肩膀，所以那好像哎，哦，一种爱，一种什么不要逼，你在修行的时候，是被耳机的听啊，哦，我要放下，放下，脑子会清醒的，听几多离不开。啊，咱人吼是甲天地做，所以人人之道嘛，应该是离离不开的。所以咱在去想，咱加修行了后，敢有对人有所妨碍着？还是讲咱害着这几个众生，害着伊的天地，天之道是离离不开。所以呢，师经安尼甲人讲，咱要肯定咱家己是爱肯定讲，咱有这个人的身体是万物之灵。为人万物之灵哦，这是叫殊胜的代志呢。灵是三代之一，这是已经甲咱讲的，天灾啊，天哥、地哥、人哥，灵是三代之一。道理经有讲，灵是四代之一，道代、天代、地代、王灵代。但是前提是爱安怎，爱优秀，啊有一做就是王哦，不是讲人就是王啊。啊，这个很快，你无这个天道地道的一境界，你当然嘛无多成就三代，因为像咱三代的属性，像咱动物，咱来讲动物是三代，来讲动物是万物之，像要讲人是万物之，哦，动物拢是安尼嘛，拢是如毛明血。这个人嘛，不是安尼啦。有那种感觉，咱的精神有感觉，啊，你全部好嘞。虽然讲利用一个方式来加安慰，但是基本上无人会爱安尼啊。因咱人的精神无人安尼。拢是袂，啊！其实咱嘛在迄拢做臭车的嘛，我嘛是拼甲呢，但我嘛拼甲，不管伫偌臭车也是，哦，咱讲，不管迄偌太高啦，啊，伊个拢是甚至对伊个，哦，对伊个迄落脚掌遐个甲指引，咱拢感觉不可思议嘛，哦，伊个甚至拢做这种代志，佮太高大上嘛，全咁指引，安尼拼，安尼拼，但咱正常咱人袂安尼嘛。所以才讲，即讲人是万物之灵，即定是乌白，凊彩讲讲的，一定是有咱的天性所在，咱的天性本来就是安尼。咱人够够安怎修行？当然就是修行。哦，叫其他动物咱看一下吼。只动物，哦，这是一只狗，啊，但是只呢，佫有佫一个佫个头。加地啊！这是一只鹿啊，啊，再过一个鹿啊，鹿啊头掉伫遮，因为这鹿的角，当两只鹿的角交搭的时阵，两下相搭的时阵，因为角有可能交叉，啊，就变袂开啊，哎，变袂开，伊安怎套拢套袂开？因为因就是姿势，因个姿势无多改的，伊要像人共款，会通出双手出来。这一旦来讲，咱家己配来搞定啊，啊，对因来讲，应该排一世人。因甲做伙时阵，拢无法度动，一定爱头鱼拢是只死鱼的时阵，另外一只鸟才当得到自由。啊，这只是另外一只已经死足久啊，死到拢腐烂掉，到最后个骨头都留袂住啊。这毋知要偌久的时间，伊阁无法度起来。所以你看动物因爱承受偌济痛苦。啊，咱人是万物之灵，有双手，有咱的灵性，会当互咱去做正侪代志。啊，咱今日一定有正尔啊侪事情。
啊，咱爱做什么款的选择？要提，一定要提升的嘛。咱就只着去堕落，一定安尼无脑饮血就是。提升到像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还是当你反思啊？啊，侬我都了解，知影人的思想，但是咱怜悯心刚做到够，啊，同理心刚做了。但领导这个活动两个问题，咱拢情报受限无用，但是够偌济，偌济人无愿意要行用这条路的，这道理咱一看拢真的是实在无愿意行的，实在无愿意要怜悯万物同，对万物有同理心，无愿意茹毛饮血，也是同款用足济方式去杀害这动物，也是为着咱家己的欲望，咱今日不是讲咱无杀动物就无大事，因为咱可能为着家己的欲望。把这环境拢破坏掉，你就是为了个这欲望，遐动物拢改性杀绝，这嘛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像欲望欲望较少的，天，欲望较少的心较清净的，我们何当冇可能？冇可能，冇可能有害呀，是易有害呀。所以，已经在个人讲吼，爱文明啊，咱人是爱文明，要上升。基本的，卖无毛以前，咱不都了解？但真正文明安怎？不敢人很惭愧啦。这文明是孔子已经是在别人讲出来的代志，拢超过2500年以上啦。已经应该是对周公遐开始算，应该都还算3000年啊。3000年前，咱要讲着爱文明啊，但是咱人的文明其实不可能得到无。对咱阁无法度善待动物的看出来，文明以子人文明，文明以己，爱互人知，知彼这文明，借着这个文明爱知彼啥物，哦，这种拢有典故啦，经过文讲出来拢有典故啦，这是以文王来做典故，文王第一个互人得文呢。伫中庸有讲着吼，君王之德之顺，顺亦不易。君王的德是非常顺呢，所以就是君王，君就是爱指君王伊的德行啊。伊德是非常的顺，顺亦不易，所以即个君王之所以为君啊，就那是即个顺，顺就是爱伊啦，志向要依照要依，君王是非常的顺，所以伊的德拢袂去变。我家己欲望安尼行，顺亦不易。大家各有讲着，木无无文王，无吸亦静止，无气息尽止。就是讲，气是连续的意思啦，息是光明啦。文王亦光明是连续，文王的步。文加顺，佮加连是连续，所以呢，啊搞甚物在记记伫倒位，记伫得紧，哦，伊本文是安尼啦。伊连续个光明，互人主动肃然起敬，哦。为人君子于臣，为人臣子于敬，我给互人解脱点困难，你个尊敬，足主动啊，尊敬。伊个字是讲足主动个，足主动啦，哦。为人父，注意己事，做老爹、做老母一定足主动、足主动个，搞这个主个。啊！即个办法，都主动，都主动，哦，即个劲啊！伫倒位来，光明，连续的光明，文王的德之顺，这是文明啊！文明就是安尼，文明以子人文，人的文就是安尼，人本来是爱文的啊，啊，像文王这款的文，人就是爱像文王的德行，来互人主动给你敬意，爱连续的气息进。无迄个中断的，温柔的电，现在开始。
人的电视，而且人家数文明就是要这样子，不是讲我多好用，或者是文明啊，不是，我讲代志，失败文明，失败公民，所以这讲到了，关乎人文异化型偏差。你的文那叫你爱数，你叫会化型偏差，用你的文来感动人，就是你文人所讲的嘛，见看伊的尊重，尊重尊敬他的。优秀的前辈者，咱会对素人起敬，而且素人起敬偌好呢？咱来知吼，有阵时啊，咱要去共哄，要共安慰，伊较相信咱共安慰，伊较看到要共安慰，但是人看到你就生气了，你莫安慰。人看到你就感觉哦，这人很讨人厌，咱就不用共安慰啦。啊，反过来，我咱听习惯足好个。免讲话，咱看到你就感觉哦，我来都尊敬你啊。哦，你看这好事好事差偌济，人看袂开啊，人生气啊，人伤心啊，结果人看到你心情就好，人看到你就感动，人看到你就会生气啊。哦，这是偌大个布施呢？要互一个人看都无遐简单呢。有个人唔看安怎安慰，安怎家己好。有德性的人啊，看了就会喜欢。这个是从文明啊，这个真正的文明啊，化成天下，万物人文化成天下。人就是这个这个文啊，买个读得落去啊，天之道理，还人之道化成天下。啊，这读得回来，我嘛是读下来啊。咱若弄无这修持，咱个文就会出来。哦，现在文明是安尼。死掉了吼，好，其实像我头前讲到，我是人的爸，也是讲呢，圣人的作为，与人无人之心，天天其实也是双的本源，全部是，你看我们优等来解释，就是一三不会休息，那一三不会休息，你看这个叫口温啊，最足否能用，真正的慈悲，无缘大。就在过家，上刚那讲上一个嘛，父庙对囝儿奋不顾身，对啊，我都是该奋不顾身，上该宽容，为民着想。但是呢，又按咱本来应该，和平常的在过家，甲伊无血缘关系啊，甚至嘛，甲看伊那奋不顾身。我是何老先生，我是讲，咱可能较无。他看袂到的时阵，鼠标，伊的司机拢老了呀，伊是用传单啊，伊是用兵到未来，打遍这个江山出来，你哪会这里来？你看现在，然后会不会不惊你这里出来？啊，所以打用兵到未来，是被打出来的，所以在讲主懂人用，因为那是无私奉献，人家是真正用。无私来助于无我，主方面无我，啊，无欲即空啊。所以呢，真正大用是来对一切主。即嘛是规个道理经三宝章哦，你第一经就是。啊，其实每一个部分，每一个当时哦，另外今仔有一个正大重点是希望讲，最重要是课题，咱以后去看经典，会当给整理出来。这个部分其实会当套用伫咧三宝的各一宝，其实每次三宝拢会当套用，啊，咱会当方便咱的记录。哦，譬如讲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看你各一宝。譬如讲，我先看你，哦，譬如说，就你经十五章，就我就讲讲十五章为了分起地六福，哦，分起地六福，分起地六福，就我就讲这三句话，哦，分别看你这三宝咱来看来检验来检验落去。敦心齐落土，你看那些主干观念，标语中方法全部观念嘛，啊，但是这个托啊，哦，刚刚讲是上届高一，高一讲朴实无华，尊厚老师，尊厚老师都朴实无华先，托的什么上届关书的物件，你什么东西，我这个关书的这个托的原始的面貌，他主。就是想看咱灌输咱的心啊，咱的心无我，咱的心无要
我们回到家己上较原始的阶段，哦，所以或许有感觉讲，每一种咱有当做这功课，哦，这是咱一个也是经典，我咱会较印象较深刻的。这是或许其他伊，比方借着弄住三个习惯，这是像咱的学额外学习心得来做分享。哦，再来放头一哦，先互相讲，先讲解咱的讲。因为咱的心单一，少欲则清净，心中莫放伤侪物件，心中物件莫放，才有法度把咱的自信放大。咱讲咱今天有干嘛？咱第二名啦，对第二本来的。哦，或许咱整理三本的时阵呢，很喜欢讲第二本吼，第二本是甲第一本有关系。因为每一项代志，第二本的话，让咱的心上较清净。心专一，志专一，因为咱照着两经，互咱个心都前进。什么代志互咱前？两经就是像读经嘛。咱个学习像个两经，咱是前进个时阵，才有法度智慧，经典才看有，所以才会讲呢，解不能果。才一领看有智慧，才一领会出来。咱今天譬如咱缺乏咱个智慧，是安尼用上少个物件，上少个目标，把咱个心性放出上大空间。啊，咱心情，咱欠了后，咱心情特别舒服。方丈有讲过，以欲失志，以欲失志者行，以欲失志者害人。真正约束家己啦，真正让家己无欲无求啦。你要叫伊有啥物过失是足少个啦。所以你若讲你第二个做了好，行为约束你不过，你这人真正非常个无过失，约束家己。广结善缘啊！你真正不要讲这些，无你拢有家己，咱拢嘛知，知大部分的人，大家拢是要食好用好穿好，啊，咱嘛，啊，咱嘛加一句话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咱嘛讲，安尼就是对家己较好个，其实安尼毋是对家己好啊。讲这些，那是对家己上好。你为了家己好，用好。你食好用好，第一，你伤害你个心灵；第二，你予人对你怎样？你用好其实会造成很多的嫉妒心啊！大家看你好吼，其实嘛，心中无平，心中出来啦。你把你个心放出去，就是像正常，有电视上个吼，拍迄个拍喜欢打扮的女星，就在电视上看过一句话，我觉得1万块的鞋子很便宜。哦，这个你讲很难，来去规定。对吧？意思是讲，你这么的奢华哦，你那我都广结善缘。你想要给你过车，骑车的年纪，大家心中可能表面上给你真好，但是心内内心的深处一定是会介意的啊。我都广结善缘啊，而且善缘是讲表现出来，那就是心内良好，那个就是一个磁场啊。这磁场的一个化学磁场，都是很好的关系。对，解不能果。要说咱个比喻，这真正像讲个善人，自性才当千金公里。不精神意用，不精，咱卖为个马生。诺贝尔，咱知诺贝尔嘛？诺贝尔，哦，是，咱知诺贝尔，伊发明毒药了，看起来很奇，但是后来伊发现。安尼对社会危害性大，所以才在遐前成立什么诺贝尔奖，希望大家哦，他较好个啊，服务社会、贡献社会、回馈这些世界。但诺贝尔上较有名的事迹的时候，你读侪拢读第二名。嘛知，小真正有地位啦吼，伊家己个钱管上当嘛真有地位啦，地位上有地位啊。毕竟诺贝尔奖是造福社会上侪啦，啊，伊求学阶段。我比你第一，我拢做第二名就好。伊绝对有第一名实力，干嘛拢做第二名就好？所以一个无精的德行，无形之中其实我培养咱个，你看咱个德行无形中培养出来，涵养嘛，心是爱涵养，咱个三宝嘛是爱涵养，不可能一蹴可及的。三宝修行是慢慢涵养，慢慢涵养，以身作为。他已经花了那么大量在修行，伊嘛是提供什么百日的回光？你要修行，修行回光，你只要有心机会，
这种爱百里以上，这百里都是真认真嘞。就咱们收钱，靠一个靠一个功力出来，从一直播一开，一直播一开，不断的累积。所以咱有这个不争的心，卖什么都卖平啊，其他也卖平啊。哦，思维落来吼，为、哦、人可能一两块无平就受不了，啊，真正放落来，因为这吼、哦、太伤伤咱的元气，而且这就不一定是你的呀。我副所讲的吼，一边。一边有人啊，以兵强取天下哦，其势浩浩哦。一边者左人主者哦，不以兵强天下，以道左人主者。你要以德来遮民处啦，如果你以以德被人污责啦，就去用兵来共强天下。啊，依然来讲呢，咱的强身兵力、咱的外力、咱的坚实，就用这来处天下。因为医术好，你才会团结你的。所以咱今得到的这一切，你争无效，争真正是无效的。你争得到的物件，第一，人无欢喜啊。你得到啊，人甲你讨论。最后发现什么？这物件一样存在啊，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贵人的，我争你个争。哦，最后啊，这个无争的点，哦，其实是咱人的斗阵啊。我有法进行，我们教囡仔时阵啊吼，我会甲伊讲用量的，量较侪，差不侪哦。这个物件，比方你爱这个物件，哦，我甲伊讲，第二，你得着买好，再其他。你是讲呢？你下个清下个清。你到后来发现，你条上没贼嘛？你得到我得到他得到，我抢到你抢到他抢到，我让他你让他，他让他让我，那你条上没贼嘞？但是因为你无贼，你管你牛了，你拼给我好个，啊你贼了，谁都不让谁，气氛非常的歹，康未变贼，你贼呢卖走我人走，我贼呢变走把人把人救。但是我做了啊，但是因为我给别个好处，给别个好用别人，但是当我做了，天公给我都，啊，当我计较讲，你好，你做，你做，好你做，要真心的卖做，最后但是嘛是人伊做啊，啊，但是因做到非常多欢喜啊，所以一个无争，甲一个有争，完全同款的代志，人的心就无同款。所以呢，我真正欠他，这是真正做白骨啊。我师所讲的，如江海如白骨。那真正要做，告诉我讲啊，上衣无俗，可以出片啊。哦，爱出片啊，是要克无俗的啊。真正定天下，常以无常以无事取天下。有事是不法度出片他的。这有俗是有为的。以为你争也无可能出现啊，将来会摆布是袂当争的。啊，是来讲成气场，你那哪一块去争，他就培养他的德性，蓄意文德，好讲着。好讲着吼，三天大虚卦吼，大虚卦，那虚那文德，一定会来大虚，可是要用他的德心，蓄意文德，则气场广道。德性是要蓄养出来的，不简单。小小的一个观念，那往里一转，往里一盖，人家不会在这边得。但是侬赶快侬别在，往里一盖，这无常无我的观瞬间，本来就是，答案就是伫遮，愿意去接受的。我都有讲过嘛，信不足焉虑不信，你信心不足，你就袂相信啦。啊，这就是行答案啊！三宝是行答案啊！啊，这答案就是已经非常的肯定，互咱知这是答案。我现在检验，你若阁信不足，你感觉袂相信啊？信心不足，无相信啊？你要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？你怎啊坚固咱的信念？该对就是对，无常就是无常，无我就是无我，一凡俗尽，一凡俗尽，该用三宝就该用三宝。以下哦，剩三号三分钟的时间，有法，这是一个用法家己的做功课的过程啊，这是
最后是种啊，从容大家，咱下顶顶就咧准备启动档案咧。当然，有遐建议，可能嘛有不足的所在啦，啊，所以有遐刚刚来修补一点。哦，咱会当做着安尼。哦，全部建顶并无咱准备来上课，这是对咱有正大的帮助。啊，是讲咱任何身外每一件代志，咱每讲一句话，咱每件一步路，咱做甚物样代志，拢准备来上课，把咱的心情静。随时拢修行，随时拢咧练定，随时拢学佛，无咧分别心。啊，比如讲，我拄讲着，遵依依六波，哦，也是，哦，这种是甲咱第一步有关系。当下依六海飘逸，六无所止。哦，爱情海很宽，无所止，无所止才叫固执。第一步是爱无固执，你袂固执伫倒位，在海中飘，拢袂去计较我要飘去哪里。爱情海在你阿公话。无为义，无不为义，圣人之道，为义不争，真正无为义，才会当无所不为啦。啊，圣人之道是为义不争的，阿道讲的吼。啊，搁有，哦，这种阿道，咱就莫讲，也是比较不错。放下依六波，嗯，心莫想咧，山高同款，怎尔啊看？上简单就欠嘛，就是讲，但是欠不关系啦。那心中啊，看想着，你要像山谷这样子，这样领受真济，有咱基督徒礼拜啦，咱基督徒起路，咱就讲像咱基督徒礼拜，我独步去基督教，有英灵之厉害，众人袂去追求这物件，但是像咱圣人会去追求，我独步去基督教，爱被发生个代志，我非常个重视，上爱初发生物件，我上爱教伊。英语之厉害，厉害就是讲，甚至在谈喜怒哀乐，搁未甲伊启发的时阵，上爱宽恕的心，啊，喜怒哀乐搁无迄个厉害的，甲伊看上爱顺，哦，啊，明仔这时阵是上爱水的时阵，哦，啊，那欢喜个，那爱不释手，真的是，拢未去甲伊伤害的，啊，这种是遮顺的心，上爱好的，啊，看会出来，爱观察会出来，哦，智者不活，活者不智，这物件好好。真正捌的人，智慧的人是活的，不是讲读，啊，不是讲捌读书，捌读书也是无，啊，不一定有地位的。哦，不明显是为啥？哦，好，先看下一个。哦，文体一六六，哦，合同啊，第三份合同啊。到底这个卓氏，你看看到底，你看看到底几号没浪费？我没见到你爸，没见到你老二，那这个卓氏跟你相处很愉快，哦，所以这个第三步的就是没看到真，哦，众人交交莫多离婚，查查莫多离婚，我讲就好了哦，我离婚就好，我那无受欢迎，我要去，哦，我那没看到计较好，那么离我要去，哦，我就是忙啊，忙我要紧啊，我收着天心地带，哦，但是安怎，我何谈多济？我都有哦，最真正最后会过过无难哦。记忆为零，记忆为优。我互人愈坐，我愈会愈有；我互人愈坐，我愈会愈多。这袂讲你布施较善，袂安尼。给的人越多，你越有，你越多。哦，积贫首先无有心，咱的积积是不旺盛啊，不旺盛。好像能就无人家等，我等更加的好哦。那么这里头代志，咱的精气是万会旺盛呀。是你看，咱利益哦，这个不是，这是卖债嘛，卖债啊，啥物拢无，做数啊最少，哦，以上哦，形容蛮好哦，以上有话分享，以三个为基础，咱各个经验上有啥物款的，会迄个方式先点，哦，以上就是有话对，哦，当然三个的新法，哦，对不起，有话讲的遵守，一条一旦锁链哦，说七度见得为这遵守，三个是。非常广泛的，因为无够广泛吼，袂前几则袂写尔侪经册，有经袂留遐尔侪，上书袂讲遐尔侪话。但是呢，因讲遐尔侪，也是咱来去家己修才会较特别。咱无去契合到，无法到一乐得之啊。咱若不去契合，咱若袂去习得吼，都嘛赶快来离咱离去啦，是多得志啦。哦，以上是了解先的，因各位顶面只个分享，你所不就所在吼，点万书听恁各位顶过只个了解之前。那过程中有所
你所问完所在吼，车过前才见着。当然，哦，原本只有所有收息的所在，哦，这是上摆上摆挂钩，后尾上摆上摆有一个台阶。感谢讲师前到一鞠躬，尊到一鞠躬，咱再一次以礼相待。